帮德耶家二十八只宠物宝宝写德耶会是什么反应？德耶家居然有二十岁的猫猫，热爱动物的德耶居然会怕猫。哎呀，破也要破，也要破，也要破了 ！Hello， 大家，我是许国。今天我们悄悄前进了德耶家，联络了德嫂，请小帮手帮忙开门，还顺带拐走了 Cooper。哎呦哎呦，可吹了，可吹了！不要这样子，哦，痛！跟德爷合作片应该有超过十支以上，那我们一直想说想要好好的感谢德爷，但是我们又想不到我们可以给他什么回馈。以德爷这么尊爵不凡的身份，他会需要什么东西呢？但是我们想到他如此的热爱动物，所以我们决定要帮他家里面所有的狗狗猫猫能够保险的全部保一轮险。但是这件事我们不先让他知道，这次呢是假借一个计划，假装拍摄德爷狗猫亲近况，实际上却是要帮他全部的狗猫保宠物险。我就请问德爷会是什么反应呢？如果说他有五十只，我们就保好一孩子，保一孩子好。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哦！他也想保，目前只能保狗猫了。如果能够保齐的话，我们今天真的会破产。可能从他的鸭子开始保。池里面的鱼每一条都保这样子。等会我们再看一下德爷收到礼物什么。好嘞，那我们就干嘛啦？开始今天主题，德爷神秘小礼篇。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看一下德爷的日常。大家看，德爷就是这样的日理万机，手上拿着电话，手里打着电脑，脚下踩着跑步机，不能放过任何一丝一毫。成功企业家就是这个样子。鬼鬼祟祟的。好的，今天的企划就是德耶家的新成员介绍，以及我们从未露面的德耶家猫猫。我一直以为你是狗派，偏狗派，但是我也有猫派。那你家猫猫有几只？九只。这叫偏狗派。废话不多说，直接去找陈岩吧。起来。啊啊啊！哦哦哦哦！哇！是我最乖的切切。上次咬了剪子屁股的切切。我想说人呢？走得比较慢。哇塞，还咬屁股。谁的屁股都咬？不咬德爷的屁股。哦哦哦！好了好了，疯了疯了疯！我知道我知道，等下啦！哦哦，这是要德爷，你要被哦后面。好的，之后有关于德国牧羊犬专辑，大家再拭目以待。对不起啊，不该摸你的。那我们德爷家有多少只奥木木呢？啊！哦哦哦哦哦！德爷，等一下！哇哇！大哎呀，又再一次。八只，年初的时候还有十只。前阵子有两只奥牧，老太太跟 Kian 相继过世了。老太太因为淋巴癌，那时候我们刚好还有拍到她最后一天，我们还带她出去散步，这样。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她就离开了。像老太太这样，她的医药费会不会很贵？我觉得蛮惊人的，平均付下来一个礼拜大概都要10000多元。生命总是会到这个阶段。今年还有一只狗狗走掉，对不对？对 ，Kian， 其实她走得很突然，会扭转。他是纠察队长。对，像有一天 Chester 在追羊，那他就会冲过去、去制止他。像现在他踩在我的重要部位上，那个 Kian 可能就是会站上去用力的再踩一下。嗯，你也可以这么说。你真的。再来是转过去偷偷拍那一只，啊，偷偷拍是吗？对对，啊，走了。他是我们领养的浪浪，他是米克斯。他一开始超级凶猛，就是他会一直露牙齿，一直低吼，完全是不亲人那一种。花了快2年的时间才取得信任。像你在这里的话，我叫他也不会过来。Ivory， 你看，我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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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跑了跑了然后当时我朋友还会说，我是不是不小心？你刚是不是？不要害我！啊！这是 Carly。他跟其他猫差在哪？他是体型比较小，我是差在体型而已。对，他们以前叫做迷你奥牧，但是现在他们叫做迷你美国牧羊犬。这是现在你的最爱新宠。我看你都一直放他照片。那是因为过分。不要说了。其他都在抱怨。他非常的乖。那就是你跟他讲说不可以上床，他就是会偷偷摸摸跑上来陪睡的时候，就是在那里乖。啊，你们不懂，我这个故事在很多只身上都听到过、啊。现在手上就是我们的杰克罗素、Katrina 跟 Cassandra。哎呀呀呀！哎呀呀！不要乱亲，他超皮的哦。然后他们会去外面，你看他喜欢我没有？他们会去外面把羊的草咬进来里面，然后地上都是他们咬进来的草。Ready，Ready 来。刚刚就是你害我的，还有一个你看，
了。我们的黄金宝宝，请看黄金猎犬篇。对，我的结婚钻戒。哎呦，这只獾还没有洗澡，它很脏。这是喜乐蒂，混在里面，我分不出来。对对对，就是上一次差点被你偷走的那一只，但是因为它现在在季节性的大换毛，所以身上的毛丑丑短短的。它脸好像那个泼墨山水画。在推我，嗯，这样我会跟许博黏太近。然后有喜乐地拼，这是第一手，好久不见的第一手，我第一手好壮啊！当然还有很久没见的。我密码也还在这边，对啊。现在相处的好吗？他们其实一直都相处的不错，反而欧密码呢跟其他的羊相处的不好。他跟 Cooper 很会打架，害我又多养了那么多只羊来陪 Cooper。德爷呼叫的小胖胖，那不是我的小名吗？啊，你叫小胖胖，那我要换名字。他的舌头好像小瓜蛋还是什么？他是领养的，应该是繁殖场他们退下来的狗。你不是喜欢博美吗？很喜欢啊！每次看到博美，我就情不自禁。我不是博美，好、哦、好，不好意思。他都偷偷摸摸偷偷来，没有，都想要摸博美。什么？不可以！小胖胖其实也是有一点年纪了，将近要十岁有了吧、哦？因为他的牙齿全部都掉光光了，舌头就跑出来。对，眼睛还有 Q 啊，已经长得像吉娃娃。你说错。据说还有十九二十，是一只很老的马尔济斯跟一只很老的红贵宾。红贵宾十五岁了，从他两岁的时候开始养的，然后马尔济斯红。哦，哎呦，这中了，又是 Harmony。然后马尔济斯也是从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才来我们家，现在十几岁了，哇！接下来就是德爷家从未曝光的猫猫。大家看到、啊、这个是巨大外出笼，今天临时组装，平常不住这边的啊。叫咪咪，咪咪只有背影，它是赌神。哇，这是德嫂的第一只猫，看起来这年纪蛮大。咪咪今年十月就要二十岁，哇塞，超级猫瑞，他现在已经十九岁，是一只可爱的米克斯。为什么看起来很凶，但看起来很乖，对不对？所以我已经超怕他了。你知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老婆说你唯一要挑战的就是提着他的运输笼到车子里面去。我那时候超怕猫的，而且我是连听到猫的叫声都会全身紧绷的那种。好乖啊、欸、那真的是很可爱。他还是小奶猫的时候，我老婆在马路上捡到，就带回家养到现在。这只什么呢？他是喜马拉雅。哇、哦、屁股翘好高。对，他叫 Texas。 他其实也是我们领养的、哦、这只是可以领养到、这个、所以 他们会就是一直像这样子打喷嚏啊干嘛、哦、他们是一个繁殖场，好像是违建还是什么的、哦、繁殖场就恶意遗弃他们。那一天如果里面的猫都没有被带走的话、嗯、他们会直接好像说挖土机那些会直接就连房子一起被拆除、哎、我们就一次带出四只、哦、它是其中一只。哇，它吃都在你们家？它吃醋？对，都在我们家。这之间全部都是喜马拉雅？对，这些都是喜马拉雅。叫 Hawaii， 哇，很会蹭。他超级超级的撒娇。老太太过世那一天，他就直接趴在他的尸体上面，就是抱着他，然后趴在他身上。怎么样？明年生气。二十岁还能打架，好大一壮，因为 Coco 很喜欢去找他撒娇，然后他就觉得很烦。你辛苦了。天津，那 It's OK， It's OK， It's OK。他好紧张，他很紧张。他是我不怕猫的第一只猫。我那时候看到他还是小小猫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很可爱，其实很像一只小博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那么恐怖、啊、我懂那个感觉，就是小时候不敢吃青椒，长大突然敢吃青椒这样。对，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就觉得、欸、好像破除了当初的那种害怕了、嗯、我长大了，长大了。小 Muzi 他是波斯，两岁多，他是我们最年轻的猫，但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撒娇的。嗯，你看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头都扭到180度。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一定会跑来跟我们挤的。哦，他会旁边撸撸撸的那种。对，他会一直撸撸撸，然后就觉得啊，擦洗啊，我要捆啊。那、啊、人家刚刚狗狗上来就觉得好可爱，然后猫猫上来就觉得擦洗。他是永无止境的那一种的、欸，而且其实我对猫会过敏。嘿，我觉得已经有点肿起来了。对，我刚刚抱他们的时候，一直碰到脸，我就会开始、那你还养那么多猫猫？就没办法啊，反正过敏就抓一抓啊。这是什么宠爱发炎？对，全身发炎呢。那我们猫猫一共是9只，所以这样加一加，猫猫狗狗加起来是29只，准备向德爷公开最终企划。好的，其实我们前面呢、啊、那些介绍新成员啊巴拉巴拉什么的，全部都是幌子呢，所以现在是白拍的，是不是？哎，对对对对对。今天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感谢德爷，我们要送德爷一个神秘的小礼物。等一下，是你自己吗？还是我自己？那我们就进去吧。不瞒您说，到底怎么样？其实是为了感谢德爷这些日子来的帮助，我们决定要帮德爷家里面所有的狗狗、猫猫保保险。真的假的？对，很多哎、欸，能保的我全保。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心不骗，请受小弟一拜啊！真的，拿你，来来来来来，感谢先生啊！啊，谢谢先生。哎，他要跑了。跟你说，我们来问了 Landy 啊，问你老婆，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他说：“好像不缺什么吧？”我没有什么都不缺，好吗？但是这个礼物真的很感动。德爷这么爱动物，对不对？真的谢谢。我们送德爷不如送动物，谢谢。感动到落泪。我其实刚刚我真的是有点吓到。你如果说保一只、两只，或者你说全部，连我们的猫都有，能保的我全保，真的是很感动，真的很感激感激。你们决定这次全部帮德爷加保国泰重险。这次呢，我们国泰重险也有推出新手方案。去年我们就已经帮吉普金先保了，那个时候保的时候吉普挺健康的，谁知道保了之后呢，吉普突然就癫痫，光去年的医疗费就已经花好几万块。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我会用到这个保险，后来拿到的补贴大概在8000多左右，其实就是可以。可以减轻很多，真的啊，真的真的，我们也没料到说之后吉普会突然生病。我们想到那么年纪那么小，应该用不到这个，就还真的用到。他的癫痫状况其实到目前还是一个月发作一次左右，希望是说能够把它延长到可能看能不能半年才发作一次，因为每发作一次对他脑部都是一个伤害。他现在每天8个小时吃一次药，每天吃3颗，因为我们一直在看他的情况，一直在调整他的药量这样子，不然我觉得他越来越笨，每次发作好像脑部就受伤一点这样子，这有点越来越痴呆的倾向。像今年吉普的续保消息已经出来了，续保一通知我。我马上就继续给他加保下去。我觉得这真的是不能断不能停。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一只杜宾哈根，他其实也是折磨一段时间，他过世了。其实我们也是想说，他这么年轻，才3岁而已。年轻的狗，他有时候就是自己吃乱吃东西啊，干嘛的？到最后呢，他就变成一连串的很多的并发症，一直出来，然后好了又坏掉。从今年的年初到他过世这段期间，他光医药费就差不多花了我们20几万。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保险，所以我们完全就是只能努力的赚钱，或者是省吃俭用来支付这笔费用。就是觉得如果有保险的话，至少我们的在经济压力上面不会那么的庞大。而且那一阵子 Marty 也在花钱，一连串的，所以那阵子真的是很恐怖的时候。好的，那希望今天的小礼物德爷有开心，是大礼物，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谢。这么好的交情讲这样子爱三八的阿姨，好啦好啦。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本期的干爹国泰重险，还有我们亲爱的德爷，谢谢亲爱的徐博，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好了，可以坐过去一点了，可以可以，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两只永远不会叫，他们会叫，可是他们的声音很小声，有点像唐老鸭啊。咬到了咬到了咬到了，刚才咬我那真的其实没有很好看。